丝真的是叶小姐的扛把子。今天想吃什么？辣子鸡。那我们就做辣子鸡，走。新鲜的鸡啊。这个土鸡，这个二哥，这散养的。这什么时候杀的？早上杀的。一斤美女。白切鸡也行，做烤鸡都可以的。这个水库来的这个皮薄呀。这个几块一斤啊？这个剪出来个十块，剪出来十块。嗯，我昨天他们吃过的多，今天又来问我，他说到底菜场的跟这个螺丝不一样。那多拿光吧。好的，我给剪一下哈。啊，这是水库里捞的吗？哎，水库里的。我自己种的啊，一天能捞多少？这个，嗯、看的，我是仅有的了。没有的，很难摸的，很累的。没有习惯。嗯，喝点啤酒啊，夏天。小美啊，来。核酸是不是没做啊？嗯。那我们要把核酸做掉吧。好的。等一下再回来弄。等到最后一波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们核酸做完了，做回来之后继续准备食材。今天做辣子鸡。所以稍微要剁小块一点。我烤的梅干菜饼特别好吃。这是刚刚锅就炸过烤的。对。嗯，好吃吧？还可以。我们宝宝不能吃啊，让妈妈给你煮的。这个鸡肉剁成小块。泡一下水，不要焯水啊，放点料酒、蚝油，生抽啊，提前腌制一下。现在配菜准备妥当，先炸点花生，等一下放到我们的鸡肉里面，刚好炸点花生流出来。炸好花生来夹鸡肉，要一颗一颗的放啊。今天老夏给我做的，我的晚餐豆腐汤。这个一定要复炸一下。第二次炸不要炸久了，炸个十来秒就捞出来，不然会炸焦的。小七月宝宝，你要不要吃鸡肉呀？要。今天他就有鸡肉吃，我把鸡肝留给他了，等下炸到米粉里面给他吃好了、嗯。真的做菜啊。不能急，得慢慢来，慢中出细细活，心急吃出了热豆腐。好，终于炸好了。我一整只鸡，多水不少呀。锅里留底油，来加入大蒜、姜片，最重要的，好了，等我。放点生抽调调味，鸡肉放进去，不用放盐了啊。再提供一点大蒜，哇，外焦里嫩，特别特别香，连骨头都酥了，真的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个辣椒辣度刚好适中，好吃。炸好的花生倒进去，倒入葱段，出锅前再撒一点芝麻。香到爆炸！你假装看不到好不好？好吃！炒螺丝喽！吃吗？吃啊！哇、哦，这个鸡肝，吃鸡肝啊，好好吃啊！好好吃、啊！硬的。螺丝开壳之后，下入姜、蒜、小米酱，火候底料，生抽必不可少。来点啤酒喝一下。好好吃，好
觉得好好吃。这道菜的精髓呢，精华就是紫苏叶子，下入一点紫苏叶子。今天的辣子鸡还是有点辣的，但是不辣就不叫辣子鸡了。你提前吃好了东西，吃好了米粉，你还要闹不闹了啊？下面要来一点吗？来吧，不来了吧？来吧，来吧。你放嘴巴里。你后面那个吧，就是你想来的意思。不来了吧？真不吃，我就不来了。给你点面子吧，挑一块小的吃。好好吃，今天这个螺丝也好吃的。来嘛来嘛，辣子鸡，辣椒里面挑鸡肉，卖相很好哎。螺丝也很好吃。来了，故意这样的，故意这样的。你还会演戏呀？这里的鸡肝米粉好吃吧？真的是个小吃货，小区也绝对是个小吃货。我跟你讲的，看到这个菜，无限想念有伴，无限想念我丈人。他看到这个菜，哎，再搞一点，再搞一点，再搞一点，搞不停。喝完了一瓶，来看一下，我丈母娘没看到，又偷偷的去拿一瓶来。他特别喜欢吃辣子鸡，特别下酒。你想外公不？外公呢？外公，螺丝里面放一点紫苏啊，那紫苏的香味出来。你吃饱了啊、哦？整个层次感都不一样，而且一嗦就出来了。哎，咋了？又怎么了？哎，有什么话对爸爸说？哇、哦，你不要去耳朵。啊，这个干辣椒敢吃吗？这干辣椒，它这个紫辣，哇，这个紫辣，哇，它这个辣椒紫，好辣好辣，哇、哦，你还敢吃吧？好辣，这瓶椰汁我一个人喝完了。想吃啊？姑姑阿哥阿哥，你想起什么好笑呢？好好吃啊。你要看这个是吧？我给你看一下。你敢来抓不抓？咦，不能抓，不能碰都不能碰，就是他了。就剩下你俩战斗了啊。今天的菜啊，就我们两个湖南人能吃了，江西人已经退出战斗了。今天老肖做菜手还切到了，工伤啊，又工伤了，很正常的。我慢慢吃吧。螺丝真的是叶小姐的扛把子，不是小龙虾吗？螺丝。小龙虾是季节性产品，这是螺丝的话，一年四季都有的吃。我们在老家那边吃夜宵，这个是必点的。爽，嘴巴都吃肿了，两个人。名副其实的香肠嘴。螺丝已经一干二净了。妈，你在干嘛？今天的菜买的剩的，一点都不会浪费。我刚刚开始，你跟他刚开始。我跟小旭洗澡去了。好，去吧。大方吃一个，很好吃啊。再来一个。